搶得過我哋吧，仲有嗱，而家咧我哋一間就會睇到我哋會開胎啦。咁但係開胎之前咧，我哋會有個少少互動遊戲嘅。咁啊，大家問一問大家，今晚我哋頭先介紹 Eva 嗰陣係邊三位主持咧？最快嗰位師兄咧就會有神秘禮物。嗰個禮物咧係一個哇，唔係啊，好好好啊，哇！哇準備了喎，準備了喎，呢、這個好貴喎、啊，呢、這個好貴喎，的肉痛啊，正啊，哇，就係、是、呢個 FX Creation 嘅背囊啊，高達，仲係高達配色嘅背囊，哇，然後我哋就問 Eva 個問題，頭先 Eva 我哋邊三位靚仔主持出場咧，最快嗰位唔好 PM 啦，就喺留言度 shoot 咧，就會得到呢個 FX Creation 嘅背囊啦，係淨係背囊啊，大家。呢兩個唔係，我想唔關事啊。淨係背囊啦，係主持唔包嘅，主持包包少少咯。但係佢係 PM 定係咩啊？最快留言嗰、那個留言得啦，依有得唔得？已經有啦。阿加沃卡德哥啱唔啱啊？啱。哦，你哋自己做係咪啊？係，記得講得多成成幾個字先幾次。冇錯啦，咁即係 Wilson 眼有啲痴呆啦。即係 Wilson 啊 ，Wilson 優。得獎者 Wilson 優，恭喜啦！我哋稍後會再 PM 翻你，睇下點樣攞翻個袋嘅。嗱，但係好心急啊，我亞字寫錯咗。誒，咁點啊？亞加奧加奧加奧加沃卡德哥，德哥係要啲咩？都係俾佢啦，都係俾你㗎啦 ，Wilson。當然啦，唔好走開，可能仲有禮物㗎嚇，可能仲有禮物㗎，快啲快啲嚟睇啦！以後佢就叫做奧加啦，奧加奧加。好，玩具 TV 第十四季第十一集，大家餓咗好耐嘅 Hot Toys 又翻嚟啦，痴男怨女喎，仲有係咯，痴男怨女，都仲要兩隻都係好新，啱啱出嚟冇耐添，冇錯。誒，咁啊，我呢個擺地下先，點都要 J 一 J 個盒。啊，趁你哋講盒咧，我都係想講兩句，趁今晚咁人齊咧。我就始終都係奇怪呢、這個劇情，即係我上次都讚呢出嚟好睇啦。係，我始終都有一樣嘢唔理解，就係點解會派兩個未去過宇宙、攻擊力最低嘅人去一個最危險嘅地方？即係最危險，我諗其實即係佢最未知啊嘛，係啊，佢最 unknown 噶嘛。咁你正即係同埋佢未上過宇宙啊嘛，你係。咁你應該係派一個存活率最高，即係譬如阿變形俠醫啊。但佢哋都係兩個都係一個好有經驗嘅 agent 嚟噶嘛。係，但係佢即係譬如喺我哋。即係我認知，譬如Black Widow 係佢係精於係，譬如佢點布籠絡人，係啊，籠絡人收入最高噶嘛，佢應該係跟埋佢去 New York 噶嘛。咁唯一個可能性係咩咧？就係、是、知道呢單嘢咧，一定會死人嘅。派啲係 expendable 嘅人去啦。expendable 講完啦。expendable 呢個只係劇情需要啫，做翻佢係。冇錯，咁啊點都好啦，我都即係。聽估唔博估嘅，咁啊頭先叫做喺 chit chat 嘅時候都見到兩個，我覺得都幾精美嘅 box 咁啊，當然啦，要 J 嘅，其實最重要都係呢一個睇翻狼人，我擺埋咗嘅。後少少嘅嚇。係啦，咁啊見到真係好靚，但係好搞笑嘅，佢好少可咧 Hot Toys 個 box 上面嗰個彩繪咧係會差過個產品本身嗰頭嘅。咁但係呢個咧，呢、這個就係好難地重現咗，就係呢個盒嘅頭竟然唔夠個產品靚啊！即係證明佢個盒係劇照再畫再執再執，係啦，應該係佢本身有啲烧街俾佢自己去砌到嘅。咁但係竟然呢個頭係唔夠個產品靚，但我哋係咪開咗狼人先啊？開咗狼人先，狼人冇所謂冇所謂，我就見已經拆曬出嚟，我擺喺度啫。好咁啊，既然係咁。其實咧，我想講個排版就唔係咁嘅，因為今日晏晝時間關係，我已經拎咗落街影相啦，咁所以變咗大家見到今次呢個排版咧係有少少古怪嘅。循例講一講翻入邊有啲咩 pass 先啦，咁啊好豐富，我用好豐富嚟形容嘅。本身開咗佢先，咁啊因為呢一個版件已經係一堆手同啲武器啦。一陣都要用嘅，掹定出。佢真係好豐富啊！佢換衫啊！佢好似嗰啲開緊嗰啲全盒咁樣，有一層一層又係。甚至一掹就全部飛曬出嚟。我驚啊！係啦，咁呢一組就係堆箭啦、箭頭啦、架撐啦，等等等等等嘅。哇！咁多嘅，好多嘢喎。跟住。
哇！逐支逐支戰。哇！真係癲癲，我諗可以唔使掹住磚頭啦，係啦。磚頭先，磚頭。因為本身咦呢個係我呢度，係啦。嗱，當然我重新，我時間關係已經將佢變咗狼人啦。原本係 Hong Ai 嚟嘅，咁啊呢一堆有把連四即係四支長劍，六支短劍，連埋後邊個劍閘，咁啊加埋四隻交換手，他士、台座、主體、人頭。好啦，咁啊直接掹翻個狼人出嚟先。我重新翻時間嘅關係咧，我已經將佢變咗狼人先嘅。佢啲配件佛心到咁樣樣嘅，呢個係咪Hot Toys嚟㗎？唔係，因為好少見，因為佢有一段時間啲嘢係好少配件㗎嘛。好拉拉鏈添，係啊，因為佢換衫啊。嗱，本身因為要係浪人嘅造型咧，咁所以變咗我要開始即刻就加少少 pass 上去先啦。我想講咧，通常我啲有暴力傾向嗰啲老公咧，你點樣知道佢操控緊個老婆咧？就係佢一時對你好好，一時對你好衰。咦？咁你就知道你已經 under control 啦。即係呢個係 Walker 嘅做法嚟嘅，係咪？我錯唔錯？佢屋企老婆嘅做法，哇！佢連啲手型都多到咁樣樣嘅，呢度又有呢度，哇！我有啲好奇，我想問佢呢個嘅版本係幾多錢㗎？即係佢豪華版同普通版爭大概兩嚿水左右嘅嘢嚟㗎。係嚇，兩嚿水，但係佢俾多好多你嘅，爭啲乜嘢嘅？爭好多喎，爭個浪人成個 set 咯。但浪人成個 set 係好正，嗰啲衫啊、配件嗰啲，我企翻。所以咧，佢哋好少人會去訂齋鷹眼嘅，就是、大家都訂 Deluxe 嘅，所以佢鷹眼版本即係、就是、普通版已經全派㗎啦，隔咗幾日之後要。嚇、啊、咁快手啊！係啊係啊，咁、啊、就剩翻啲 Deluxe 未派完。好，咁呢個就係浪人嘅裝備啦。我有師兄話係1690同1490，就真係爭兩嚿水。兩嚿水，大佬真係。哇！咁呢兩嚿水要俾啦。你淨係訂鷹眼嗰啲真係唔慳啊！點啊？兩嚿水多個頭，多件衫，多埋啲一堆架車配件。你真係冇説話好講嘅成件事啊！真唔知講咩好睇。本身件衫好靚下嘅，咁啊人造皮嘅位置亦都唔見得多，所以我相信應該幾襟玩嘅。咁啊，可動，佢比較似啲類似風褸料咁嘅嘢嚟。係啊，啲絨啊。哦，咁啊，大家可以放心玩啊，即係一對一見到啲人造皮就腳震。係啊，我就真係腳震嗰只。買玩具翻嚟喺屋企唔夠膽玩。咁啊，本身件衫雖然唔會話對啲可動性有啲咩影響嘅。我想問你哋覺得個，即係你而家呢個頭係淨係見到對眼㗎嘛？係，好似啊，所以。你覺得係似唔似咧？即係可唔可以話覺得啊，睇到係嗰個人啊？啊，絕對唔得㗎。係咪啊？係完全唔得㗎，因為本身其實真係冇乜特別特徵嘅，好坦白講。咁係隻眼嘅瞳孔係綠色，咁好多都係綠色㗎啦，鬼佬。好啊，咁啊，唔好太預得佢可以什麼爆地呢啲老極限嚟㗎啦。其實普遍 Hot Toys 嗰啲公仔嘅腳都係抬唔得好高，因為嗰啲衫嘅 cutting 太 slim 咧，佢本身冇辦法做得太。咁但係本身個鞋或者我叫做腳踭位都有合格嘅可動嘅，係啦，本身成隻嘢個可動都合格嘅，但我就真係唔敢講話好多。咁啊，做得浪人嘅點都要揸架撐嘅。有啲好奇，佢可唔可以把刀？咁呢把刀色都 OK 嘅。嗯，好手得。咁啊，呢把刀有時代感，令我諗起雷電咧。啊，嗰把劍係有啲似雷電。不過本身真係話你Arrangers 佢本身嗰啲架撐咧，即係雖然都係即係實體劍啊呢啲路路，但係佢嗰個設計，即係特別你頭先講嘅時代感咧，係好足嘅。佢呢個係有啲瓦坎達嘅。即係有啲似係黑豹嗰邊幫佢哋做嘅設計嘅產品嘅，即係呢個。但係佢係講法好正。突然之間唔知道自己邊度嚟呢套咁嘅裝備。啊！我都問我，其實我睇嗰個，咦？佢好似同係咯，一個退咗休嘅神盾局收咗皮嘅咯喎，點解仲有即係咁
咁強勁嘅裝備咧？然而佢本身亦都唔係一個什麼啲即係關於整嘢上面嘅天才嚟㗎，所以就好神怪咯，即係。仲要有人幫我設計咗套咁嘅衫。咪當然啦，其實佢嗰段時間有啲咩經歷，我就唔敢講嘅，因為都係嗰句，佢原則上如果跟翻漫畫嘅話咧，咁佢都有師傅嘅。咁個師傅就是上一代嘅浪人，冇記錯就係女士嚟嘅。哦，咦，又可以拍一套外傳喎。因為有後話啦。即係如果你有睇電視劇嗰、那個Daredevil 咧，佢哋喺嗰啲暗黑嘅地方，會有啲師傅係專打造嗰啲盔甲啊、兵器啊，俾呢啲。哦。即係除咗 official 嘅渠道之外，另外有啲師傅係喺即係。啊！我唔係太怕死嘅，所以變咗我都會盡量嘗試下佢嗰個可動性係可以去到幾盡。咁如果抹比嘅話咧，同埋轉腰咧，我都盡量已經係扭到最盡。其實浪人的這件衣服呢，它的車工很漂亮，你會看到它正面呢，它是很多個 layer， 但它很薄的，即有時真的不明白 Hot Toys 的衣服是怎麼做的，我覺得勁醜。還有很坦白說，在 Endgame 那裡，雖然之前對上一集 Infinity War 就見不到 Hawkeye 的，但是今次在大結局它真的佔氣氛都很重，可能就為了平反，因為上一集 Infinity War 大家都將係咁將佢嘅樣黐落個海報啊，燒到火啊，大佬！咁即係證明大家掛念佢啊，咁啊俾翻多啲氣氛佢啊。當然揸劍嘅情況我就唔會有呢一個嘅，不過 anyway， 咁啊，我覺得咁樣擺到幾好睇。我睇睇下有個位置有啲尷尬，就係佢呢個膊頭嘅 pad 咧，佢係夾硬，即係有少少感覺上夾硬地將個私印印上去嗰、那個。嗰、那個件上面，佢係冇 layer 噶，跟住就突然間拼埋一齊，就感覺呢個部分有啲凸，係啦，有少少唔係好高質嘅感覺，就呢個有啲奇怪。係咁啊，喺套戲嚟講，本身浪人我都覺得即係嗰段即係、就是、追逐，即、就、係、是、追殺呢一個日本黑幫嗰段都真係好睇嘅，係即係嗰啲打鬥又精彩。好啦，咁啊，精彩嘅地方咧。就是最痛苦的地方了，換東西啊 ，sorry， 既然是浪人，我冇理由有飛鏢，飛鏢，整翻個飛鏢嘅 pose。有人問合劍一定唔係合金啦，嗬？梗唔係啦，其實我唔 recommend 合金嘅，好坦白講，軟噶，軟噶，係咪抹抹劍姿勢啊？想整個抹劍啦，最經典啊！皮褸可除下嗎？佢手臂個紋身好型。你是不會看到他的紋身的，漏了，甩咗色，又不可以叫漏了的，他這件衣服應該是在第二套借回來，有少少像自護軍那些軍衣服，即是沒有頂帽呢，你幾搞笑？佢個小腿後邊後側咧係有個位置插類似刀嘅嘢，冇錯。抽出嚟咧，係假狗嚟，係咩都冇。有啲尷尬，有個窿個位，佢係咪？哦，佢本身佢另外有一把另外嘅，因為佢呢把係彈弓刀嚟，哦，所以其實都 OK 嘅，都發心嘅某程度上都。可能係鞋抽嚟咯。等我仲突然間莫名有種尷尬添。啲飛鏢套戲入邊好似唔好講啊！有佢有飛過，佢對啲黑幫啲卒仔咧，醒兩劍啊，揮嚟揮去，醒兩嘢俾啲卒仔釘頭嘅，即係通常喺個頭上見到，就唔喺手上。係啦，但係你就見唔到佢飛出嚟嗰剎那嘅。其實從阿浪人嘅武器之中睇到佢係非常之粉細疾俗嘅，點解咧？哇！放血嗰把嘢，冇錯啦，每把刀上邊都有血槽，而且個血槽係通窿嘅咧，插咗落去應該血流不止嘅，一放血嘅完全係，所以其實佢係。即係預咗要殺人先會用啲咁嘅武器。好啦，咁啊，我真係要做翻啲主力啦。咁啊，你喺呢段時間可以介紹下 Black Widow 也好。但係我有少請求，我都換翻個人頭上去睇一睇。啊，佢準備成套換啦，我係成套換衫啦。冇錯，咁我哋換埋個位啦。咁咧，有啲師兄就發問咧，Black Widow 件衫係咪好易爛咧？佢啲件咧。有個只有一個人可以話俾你知，嗰人個名叫時間。同埋係現場都可能整得爛嘅，如果唔小心。太唔 detail 真係。係啦，咁頭先咧，我哋大家都曾經即係睇過黑寡婦嘅盒啦，咁見到
係啦，冇錯，有一樣嘢係盒上面嘅彩繪竟然係唔夠入邊個頭雕係靚嘅，即係證明其實今次咧呢個黑寡婦嘅頭雕係個質素非常之高，而以往其實都冇見過咁似或者係佢咁靚。即係當然你話似唔似似嘅，但係我會覺得佢比個真人係再靚咗少少嘅。咁喺玩具嘅角度嚟講咧，係非常正嘅。OK， 係非常正嘅，係真係。係啦，係應該係要咁樣噶嘛？你諗下呢個頭幾靚？咁我哋環繞一下，或者可以俾個 close up。咦？但係個胸真係細咗喎。咦？有啲研究啊，師兄。我好平實咁講，真係。我比較 concern 咧，佢嗰個拉鏈咧拉唔到，太低。拉到正。真係拉唔到嘅。係啦，咁其實浪都拉到。我浪完啦，唔係浪，都係有另一個版本。一陣間我會解釋一下點解。咁咧其實嗱。Black Widow 已經出過一二三四五六啦 ，OK， 嚟到呢個版本咧，我終於見到一個係，其實之前最靚嘅版本係 Civil War 嘅直髮頭，而今次呢個嘅雕髮版本係，我覺得係完全越過咗 Civil War， 即係有少少淺達咗 Civil War， 因為翻到屋企一睇就覺得嗰隻唔靚嗰種感覺，咁係真係非常之高質嘅。咁啊頭就講到呢度啦，咁啊似就大家其實網上面睇相都已經睇好多，咁我哋講一講個身體啦。咁我個人嚟講咧就我覺得佢係咪感覺上做高咗少少個演員，因為我印象中佢好似得米六左右嘅，咁就感覺上係高咗啲啲。咁啊另外一樣嘢係比起個身體咧，其實你有少少感覺上個頭係偏大咗，即係叫長。係啦，因為佢踩咗只咁高嘅踭，都我諗都成四寸嘅，我諗佢呢個踭，咁佢係高咗嘅。咁但係比起因為佢大家都知道，其實佢比較肉少少嘅個人。咁呢個身形嚟講咧，就可能稍嫌比較瘦削，特別係即係波卡都講過話，條頸嘅部分係比較幼咗少少嘅。咁其實同個身體肢體一樣啦，就整體嚟講比較幼啲。咁佢好得意嘅，即係大家頭先講過話個胸嘅部分係圓㗎啦。咁係嘅，其實以往咧一般 Hot Toys 嘅玩具咧，你會見到個頸嘅部分係連住個上半身嘅。咁佢一齊咧，應該一般就係會去做一啲橡膠，即係TPL 嘅料啦，即係軟嘅橡膠料啦。咁就比較即係平時啲人做啲包膠手都係用啲咁嘅料嘅。咁佢一般由身體頸連到去個胸嘅部分，咁所以你話呢個部分軟係正常嘅。其實我印象中之前嘅都係軟嘅，因為佢都係咁樣由頸連落去，因為佢本身佢會露鎖骨，咁所以呢個部分唔會斷開咧，而佢又露咁多嘅話就係軟係好似隻隻都係嘅。咁但係我發現咗一樣嘢咧，佢個腰入邊呢個部分咧，佢可能個本身個素體太幼啊，佢自己充咗棉喺入邊嘅，你捏落去嘅時候就會有少少有啲棉，咁所以就會影響咗，可能佢個素體本身係胸唔細。但是呢就因為它充了棉在身體上面加了一圈就令到個底的位置即就底的位置充起了那就看來個胸小了果然有研究即 我覺得是這樣啦即因為他研究過胸你說研究胸是這樣的 OK 然後呢大家說為什麼個拉鏈仔細看看個拉鏈這隻中了 set 的因為個拉鏈呢就不是對正中間歪了一點點這個是看看大家驗不驗屍這個是歪拉鏈的咁個拉鏈點解會係咁樣咧？因為其實咧佢成套衫都好 slim 嘅。咁如果咧佢喺正面即係車個真嘅拉鏈，因為車拉鏈佢兩邊後邊底有紙口嘅，咁即係會多兩側布。嗰兩側布咧就會喺一件咁貼身嘅衫呢度就會多兩行凸起咗嘅嘢喺內側嘅。咁你就會覺得哇好核突啦。同埋咧其實做一比六咧，你一般咧好難揾到咁細嘅拉鏈而又可以拉得嘅。咁所以佢為咗呢套衫嘅完整程度咧，咁佢就放棄了呢個拉鏈，其實又咁講，佢呢個雖然是假的拉鏈，但係佢呢個本身整個絲印咧係好靚嘅，即係好真實嘅。咁佢呢件衫點著咧？其實佢就改為咗喺背脊嗰度著，即係穿埋個頭，著曬成個人之後咧，喺呢度咧，其實佢哋工廠係有隻針法係可以喺外邊攣完之後咧，拉完佢就會好似收針收喺入邊咁樣嘅。咁大家玩 Spiderman 都會見到。其中一邊隔拉底係會有呢個問題嘅，咁如果撞到呢個就唔係 set 嚟嘅，就係佢本身呢個一個針法嚟嘅，佢只能夠咁樣著嘅啫。咁其實成隻 Black Widow 包括呢啲咁嘅絲印啊、各樣嘢啊配搭上嚟，其實真係好靚，我覺得係基本上係還原咗套劇入面。即係當然我冇好仔細睇到個即係佢啲設定啦，咁但係我就咁睇，我係覺得好都幾完美嘅。其實我頭滿分啦、啊。
係啊，隻摸頭都係直頭係開心嘅啫。咁有啲人話啊，條邊會唔會好煩棘住個可動？唔會嘅，佢好腍嘅呢條邊，係非常之軟嘅，即係佢去到係你可以咬到咁樣樣，佢會跟住一齊行嘅。咁所以呢條邊咧係好正嘅，我自己覺得。咁就我哋又環觀下睇下件衫啦，睇下幾靚啦。咁佢有啲部分咧，我諗。例如呢些可能是一些厚板印啦，咁跟住呢啲應該係另外再搭一些膠件黐上去嘅。但係其實呢種工藝是很困難的，所以你會見到 Hot Toys 嘅技術係有幾恐怖，即係關於啲緊身衫啊、黑科技嚟。係啦，即係唔係一般廠家能夠追得上的質素咯，只能講係真係好。即係個頭雕靚出嚟，靚啱啱係咁子搖幾搖咧，即係每個角度都靚。係每一個角度都靚。唯一一樣嘢嘅，佢個45度咧。就因為佢個呢個咧，我懷疑佢有少美化，定係佢雕嘅方法，或者係可能有少熟碎。佢個眉骨係特別突嘅呢個，即係你就會某個角度你就會覺得有少 man man 地嘅，因為個眉骨好勁，就定唔知係個眼窩深。不過就睇落去靚就 OK 啦。其實呢啲就唔好太斟酌啦，我覺得。咁佢咧就跟咗有前後加埋手上面咧就有四對手型嘅。咁佢手背上面咧，之前可能有啲關於呢個咩 time travel 定位嘅呢個嘢咧，係佢改翻個設計就跟翻劇入邊嗰個版本嘅。咁喺左手上面，係啦，咁就淨係左手有啫，右手係冇嘅。咁就幾分手型。咁然後咧，佢配件上面咧就有兩支手槍啦，有兩支左右各一支手槍。咁就啲拉雞啊，或者係拆彈夾啊，啲全部基本嘢係有齊嘅。咁然後咧，佢背後咧有兩支棍啦，咁呢兩支要假狗啦 ，OK， 咁就大家可以去換翻佢本身配咗有兩支分開嘅呢個伸縮棍，佢好似係揈，跟住就變咗咁長噶。咁然後咧兩支分開嘅，咁戲入邊咧佢都裝埋佢，咁佢都有一支裝埋咗噶。咁我諗佢點解會一次過出支裝埋而唔係做個連接件咧？可能係因為個安全性嘅問題，就唔會呢度又要留個窿啦咁樣樣。咁呢個係細心嘅，即係你諗下佢肯出兩個版本俾你。咁然後咧，我哋睇翻，咁另外我就發覺都有少少 set 嘅。咁個正面個腰帶係啱嘅，而且好靚啦。但係咧睇到背面咧係歪咗。咁就我估係佢裝配嘅時候可能有少少手工上嘅嘢。咁大家成日都好關心一樣嘢，就係嗰件衫會唔會爆？咁就啱啱咧，我就喺度睇個腳腕嘅可動嘅時候咧，我就曾經拆過隻鞋嘅。咁佢腳咧係冇。冇任何嘅分件啊！咁佢其實好硬，佢呢只鞋啤得好硬，咁變咗你扭活動嘅時候咧，其實佢可動都相當低嘅。咁我頭先就喺度諗緊，其實佢係咪冇可動嘅？咁我就掹出嚟，咁我而家再掹出嚟睇下啦。咁啊呢只要，因為我自己就第五日單啊，我問朋友借嘅啊 K 總，咁就我哋睇睇你借。係啦，咁嗱我抽一隻鞋出嚟，咁下面係一個波頭嘅，咁佢腳入邊咧係。一個用 PVC 的波杯啦，咁呢個就應該唔係好夠力嘅。咁但係咧掹出嚟之後咧，大家就擔心個皮衫會唔會爛咧？我話俾你聽，都有機會，因為我淨係抽咗呢一段咧，你已經見到佢本身俾個鞋攝住嘅部分已經起曬皺啦。咁佢起皺嘅情況唔係你拉就拉得到，我話有少少嗰個人造皮撲起咗，咁所以就大家小心啲啦，就唔好亂玩啦。咁我哋裝翻腳，咁就。另外我哋就睇下身體嘅可動啦，咁頭可動大家都睇過啦，而且佢有樣嘢幾好嘅，佢頭波杯咧今次比較軟啲嘅，咁所以咧裝拆或者係扭動咧個手感係好正嘅，我覺得係好正嘅。咁頭可動，哇可以接到咁樣樣，係啊個頭係好勁，就可以做翻佢跌咗落去之後，係啦，做咗咩事我一嚟啦，可以噶，咁頭可動好勁啦，非常之勁啦。而且佢呢個頸咧好自然嘅，佢接出嚟咧就整體好自然嘅。咁就手嘅可動，咁呢件衫咧本身佢個料個彈性都幾 OK 嘅。咁就佢都有樣嘢都幾好嘅 ，Hot Toys 本身咧做呢件衫嘅時候咧，你見到佢有預留啲長度俾你，就喺呢度，咁你唔會將件衫扯到變曬形嘅。咁佢又呢啲接啊就都 OK 嘅，水平轉手，咁就抬手。抬手就有少少掹緊啦，因為大家玩開呢啲緊身衫嘅公仔咧，都知道抬手之後咧，我哋要配合呢度將個上邊有件衫轉一轉，咁佢可以再抬高啲嘅。咁就因為件衫都緊啦，所以唔算抬得好高。
咁啊，手嘅可動就應該都係一般嘅單軸波。咁啊，腰部啦，腰部一啲所有側轉係 OK 嘅，向前彎。咁我諗嗰個好 S 型嘅 pose 係應該擺得翻嘅，但係我具體上唔係好記得佢直直攞嚟啦，我收我有包企坐。係啦，咁還原。咦，抬腿係非常之有困難啊！咁 S 型呢個係好有困難。咁你睇到只腳係我諗大概45度腳，四五差唔多。正如頭先鷹眼啦，都係一樣啦，只腳係唔係真係好抬到？咁老實講，我寧願佢抬唔到，好過件衫唔貼身咯。誒呢種造型，佢點解抬唔到？因為佢件衫呢度入邊都充咗棉，佢就頂住咗個大髀嘅關節嘅。咁係直路喎，咁樣做法。其實大家玩 Hot Toys 都因為呢個價錢嘅玩具，你都唔會好瘋狂去扭佢㗎。咁所以都係啦。咁啊，膝頭哥嘅可動咬膝係啦。咁佢接咗嘅料就大家就真係小心啦。即係關於攝咗喺個靴入邊嗰部分，就真係要比較小心啲。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包括佢啲配件啦。咁我咁多樣嘢，其實我就發覺開開始做 end game 入邊咧，佢俾漏咗粒 soul stone。應該其實係一係俾鷹眼，一係俾Black 呢度應該是但一個人應該要有粒 soul stone， 因為佢會出個 set 啊，咩限定嗰啲咧？係啦，或者可能之後出咗喺嗰個time travel 嘅 cap 嗰度，喺嗰個箱入邊可能可以掹出嚟。但係我喺即係我覺得佢兩個角色喺呢個蘇松嘅情節之間咧，發揮咗咁多，其實應該俾，因為嗱你睇下 Rocket 佢有俾到粒嗰粒紅色嗰粒係 Reality Stone 啊，唔係Power Stone。Power Stone。Power Stone。跟住之後咧，咁你Doctor Strange 有 Time Stone 啦，跟住之後仲有邊個咧？Loki Space 係啦，即係你會見到其他 stone 都有出現，係唯一 stone 係冇獨立係出現任何形式，即係除咗 Thanos 個手套之外，其實你見唔到。咁所以我就有少遺憾，點解佢兩位咁大戲份嘅角色冇咯？大家都可以睇翻個台座啊，台座本身其實都幾有心思嘅。咁啊，見翻佢哋本身所屬真係屬於自己嘅圖騰。咁啊。這個其實比較少見，即係一個類似漏斗型同個身形一樣，佢都表達就打馬力，係啦。咁啊，鷹眼就係一個箭頭啦。咁啊，頭先都玩咗一大輪嘅啦。咁啊，其實本身如果純粹講鷹眼嗰個變裝，喺側跟，睇住位啫。喺側跟，咁啊拉拉鏈啦，就套翻上去啦，換頭啦。咁啊，將後邊嗰個箭。即係原本我哋擺刀嗰個位置就變咗係一個箭套啦，咁本身最大分別嘅都會係啲手嘅裝備啦。呢個嘢好靚喎！係啊，匕首同埋本身佢個拳頭咧，大家都可以睇翻，真係個分別係喺邊一度咧？我想講你擺呢個 pose 嗰個形象。係喎，我摩卡人咁嘅時候讚啊德哥，唔係就係即係一問，第一時要窒得好型。應該，我就係咁樣對我老婆啦，你知。咁啊，其實本身個最大嘅分別，鷹眼同埋浪人，其實睇翻隻手個裝備就好清楚噶啦。咦，係喎，有師兄提 cock 架冇得換名喎。咩意思啊？冇得換個地台。個地台啊。但係個 cock 架嘅高度好似高過 Black Widow 好多下。一可以拍埋一齊睇。正路喎，實際。正路係咪？但係佢真人有冇六尺啊？我諗有喎，應該即係差。呢個就原本浪人嗰件衫啦，十零廿 cm 都係正正經經用翻拉鏈拉翻，咁啊加翻頭先類似呢一個嗰條 belt， 咁就係佢件浪人衫啦。咁本身其實弓箭位咧都可以 close up 影一影嘅。這個是有彈力，咁變咗當你擺 pose 嗰陣時咧，就完全唔使擔心嘅。但係呢一條係彈橡筋咯，我唔知呢條點。是繩嚟啦，但係有彈性嘅繩啦。如果會自己換唔換到嘅？如果出事的話，應該得嘅，綁上去。係啊，冇錯。但係呢類型嘅線就係一定會出事嘅嘛，時間長咗係。係啊，啲佢係啲棉繩，佢遲啲會失去咗彈性之後，就變成一攣嘢。係，會鬆啊，自己甩啊咁樣，未必話會斷嘅。咁啊，箭其實本身佢有六支短嘅箭嘅。啊，仲有。係，我唔使噶啦，我淨係用一支得噶，六支短嘅線。咁啊，可以自己塞翻落去個箭筒度啦。
長嘅，可以睇一睇個對比，分別係咁長。咁當然啦，重點梗係箭啦。箭嘅話，本身箭頭一二三四六六十一，十一個箭頭俾你揀。哦，個箭頭就自己再鋸落去。係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又揀個破壞力最大嘅箭頭啦。係咪十一個都唔同㗎？唔係，都有啲有啲相同嘅。呢啲兩個細粒爪擘開咗，未擘開，正常爆破。咁我梗係用啲破壞力最大㗎啦。咁啊，其實好簡單，都只不過係將長嘅有四支箭啦。咁啊，就咁樣塞翻落去就已經搞掂㗎啦。Easy。其實這個鷹眼頭雕以前有冇用過？我先第一次出嚟。這個新頭雕嚟，因為本身佢髮型唔同咗啊，但面孔都是面孔都差唔多，但不過我又冇好特別去比較翻之前嗰個 Hawk Eye 個樣，但係本身呢一個好坦白講係出得非常之好嘅，真係好靚啊！呢個頭兩個頭都好靚，但我自己覺得鷹眼個頭就有樣嘢唔好，佢個眼咧今次好腫啊，睇落去。即可能Black Widow刮了之後，他就喊了幾日。他那個眼，你會看到眼上半部呢，那個雙眼皮的部分，它腫得很緊要。悲傷。你會在想，咦，為什麼？即跟他當時看官圖的時候是有一點差異的。另外就因為他的頭呢，有些即都立得挺漂亮，有些蓬蓬地。但他現在在這個頭雕上面，個頭就很白了。即上面就那些一些散開的 layer 就沒有了，還有一件事情，我看有些師兄拍了出來，是他兩隻眼睛的 cross eye 很厲害，就是叉開的斜視得很厲害的，那在 Black Widow 上面就沒有看到，而且是或者可能有這一帶，確實這個頭真的非常之高質。繼續吹著先，因為我本身我都始終你玩得 Hawk Eye， 你不可能給大家看看他拉箭那個樣子，但要 set 呢個 pose 又係要啲時間。哇 ！set pose， 或者可能我哋喺呢個時候可以嘗試下揸下啲武器。你問我本身其實隻鷹眼咧，今次我真係覺得係好高質。當然啦。重點是它一雞兩食，無論浪人的形態也好，這個鷹眼的造型也好，兩個都是非常之吸引。它可以勾到它的手指頭。是啊。哇，這條真的是我要走一走的位置。它會貪心一點，你拉到這麼狠。我人不都貪心的。好了，給觀眾看看，俾個 close up 觀眾睇。哇！哇！拉好厚啊！極致啊，應該差唔多去。差唔多打落咗喺度，穩陣啲。我都好，好嘛？我哋可以上埋支箭咧。係啊。個箭好坦白講，就絕對係借位。應該唔夠長。夠嘅，因為都有佢今日我已經同佢影咗相。但是真的就位了，但我上一隻呢，其實曾經出過最漂亮的鷹眼就是 Civil War 那隻，其實看到這個版本的時候，我有見有些朋友會問覺得哪隻漂亮一點，我會覺得其實 Civil War 那隻是漂亮的，但是去到 Endgame 版本是另一個層次的演化，因為它的衣服或者個造型上面是好不同，所以我即在我角度我覺得是兩隻都要擁有。師傅那隻有沒有三年前，知不知道？應該兩年，可能應該有了，有了，隔了幾套戲。是的，有了，有了。而且如果計劇情，他在 Endgame 的發揮大很多，角色重很多，是的，比較師傅。其實我記得當年大家已經盛傳他在 Age of Ultron 裡面他會死的嘛，但是沒有死到，然後還來到 Endgame 還擔這麼重氣氛，
係都幾得意喎，我覺得呢個劇情。我啲傳聞話個演員係有啲發晦氣，話唔做啦，冇乜氣氛嘅咁樣噶嘛。係有提過，真定假唔知。哇！喺鏡頭入邊咁樣兩隻擺埋就真係好靚啊！好鬼吸引喎！有嗰啲神雕俠侶 feel。係啊，有啊，真係有啊！咁啊，佢哋係繼呢個 Thanos 之後再出嘅 Endgame 嘅兩寶啦。咁希望嚟緊會快啲有85啊、Cap 啊嗰啲去玩。哦，85好似係2021。但其實佢兩個本身都 plan 咗好遲嘅，我印象中係咪啊？我唔知啊。我記得自己想打好似係2022。但係突然之間就排都好驚喜啊！所以其實咧喺肺炎嘅疫情之後呢段期間咧。我諗大家的銀包都好痛苦啊！我今個月只係補 Bandai 數都補咗，補到破產都仲多過份糧啊！補數補單，你有錢先可以咩啫？唔係啊嘛，唔係咁誒，之前咩都買唔到嘅時候積落嘅錢嚟嘅呢啲，就要使曬咯。不過都覺得嚟緊就白雪姬其實都喺下個禮拜會報頭噶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趕到喺禮拜四之前到手咧？咁到期時先咪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好，咁啊，睇到本身佢哋個高度都有啲出入嘅，咁啊變咗個比例上都做得非常之好。咁啊，至於大家會唔會都需要後追定點咧？咁啊，祝大家好運啊！好，冇補充的話，轉頭見。